好，那时间上哈，我就先把这个影片，我已经抓了这个影片下来，这个好，这个下来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回到 Activator， 你可以从上面这边，如果你刚才已经有录一段影片，你可以从这个幻灯片这里，可以增加一个空白的幻灯片。好，从这边增加空白幻灯片，甚至呢，你也可以从这里插入 PowerPoint 的档案进来，都可以。好，我先从这边加进来，那么加进来之后就看你怎么调整顺序哈。好，我进到注释里面，有没有一个插入视频？它叫做视频，对不对？对岸都称作视频嘛。好，你找到我们的那个档案，如果你刚下载的话，应该是在桌面里面这个 user 里面有一个叫下载。假设你就是没有特别选下载位置的话，点进来有没有找到它的？找到，进来。好，那当然，因为我下载是尺寸是比较小的哈，我先暂时这样，让我们往上一点，往上一点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边，你如果上面那个视窗不会自动缩放的，就是你没有按这里，这里你按一下，它就是会随着我视窗缩放的时候，它就自动缩小，好，会自动缩小哈。好，那么如果你要做剪接，你看我点一下这里哈，点一下这个时间轴。有没有这个时间轴上点一下，你就会看到跑出这个，跑出这个。那么今天如果你有哪一段是不要的，比如说我前奏这一段不要，你有没有发现它这里有左右两个凸出来的绿色跟红色的，你就可以拉开一段范围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拉开了，我就在选这一段范围了。好，再选这一段范围，好，选起来。好，选起来之后呢，剪接的功能就在这里，这几个就是剪接的功能。如果这一段你是不要的，你就把它怎么样删除这个范围就剪掉了，这样简单吧。好，所以其实它有基本的一些剪接功能啦。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把你要的部分留下。那相对的，我也可以这样，假设这一段是我要的，我们刚刚是选择一段我不要的直接剪掉，对不对？颠倒过来也可以怎么样，这一段我要的前后不要，对吧？好，前后不要，那怎么做呢？一样的，从这里有没有剪裁选取？有没有前后不见？也可以，好，也可以。所以基本上就看你要的是哪一个，好，要的是哪一个哈。那你可以再把它移到前面去，再把它移到前面去就好。好，再移到前面。所以最简单的基本剪接就像这样，不会太难。那么等到你做好之后，比如说我这样存档，我现在里面是有三个投影片。对，所谓的幻灯片，三个投影片，那它的播放顺序怎么样？就照这样子，第一张播完播第二张，第二张播完第三张。那么时间当然就看你，如果你有影片就是影片的时间，如果没有特别设定就是原本的三秒钟。那怎么输出？从这里，它有一个叫导出，这个地方，哦，导出，也就是我们的讲的输出，从这里按一下，输出成视频。输出成视频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它预设就是用所谓的 MP4 的格式，就 MP4 的格式哈，这样子。那只是呢，预设的位置应该在我的文件夹里面，我的文件夹里面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按确定就 OK， 就 OK。这样了解了吗？给各位试看看的哈。那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要让各位赶快回家团圆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可能今天就先到这边。我们就下个礼拜呢，再继续来把比较完整的功能跟各位做个介绍。OK， 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